大家好，我是九龙环书院燕乐团的团长 Hugo。 大家好，我是协恩中学的燕乐团团长 Kimmy。 今年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协恩中学和我们表演两首歌，第一首是 Sibelius， 而第二首就是圣科斯的第一个 movement 和第三个 movement。 希望师兄师姐可以多多支持。九龙环书院 Annual Concert 2017 HKBU AC Hall， 7月13日7点钟，约定你。